小姐，可以帮我们说一下吗？同意撤告是为什么？就有达成和解，有达成和解。那对于这样子被写的心情是怎么样？当然都很不好，希望说，就媒体在享有第四权的保障下，还是要因应查证的义务，然后也不要这样的新闻自由去散播一些制造仇恨的新